时有人称挂山怪，天生神力，手握着长刀，舞起来威风凛凛，简直像传说中的猛张飞。虽然力大无穷，容易夺得先机，却也有弊端。天生力大的人往往心态浮躁，很想速战速决。只要你小心应对，四两拨千斤，少路破绽，用拖子诀令其分心，便有取胜把握。李崇香。
好珍惜这次跟李公子当面讨教的机会了。承让，请。决赛回合的资格，看来他将是杨树人进。你不觉得此人刀法非常诡异吗？每一刀出手都匪夷所思，令人有防不胜防之感。
三秒筛选，留在场上的五子已经寥寥无几。只要杨叔打败这个罗超人，便能进入决赛回合。可是进入决赛回合的只有两个名额，那个长生已经拿了一个。戴光，这场你可一定要赢啊！谢将军，我输了。酋长，大家都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本官宣布，沧州的常胜，南华安的杨树，二人已进入决赛回合。二人将比试射箭、徒手与兵刃，胜者便是荆轲的武状元。华安的武功啊，是威震天下。各位，你们手中的这些钱呐，可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，到底要押给谁？你们可要仔细斟酌啊！选这个杨树肯定是没错的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赶快押，赶快押了啊！这里是杨树，威震四海，名扬天下。赶快押，赶快押，赶快押，押了啊！哎，押押了，押押。Thank you.
举，弓箭比试，繁华杨树胜。小池先生，今天你输了。是在下一时疏忽，请九千岁原谅。九千岁尽管放心，明天的比试，小池一定会赢回来的。胜的武功套路的确有些古怪，我见他那日与人交手，刀法快得不可思议。长生用刀的可怕之处在于出刀方向非常的匪夷所思，向下劈的他偏要向上撩，应该从肩上出手，他偏偏要从肋下出刀，跟他交手真的是防不胜防啊。哎，张先生，我让你去请马兄弟，他人呢？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，他让我带着大家去一个地方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好，走走走。马兄弟，你让我来这里究竟所为何事啊？我去查了长胜的地，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家客栈里。那又如何？去暗杀他，虽说我董熙从来不在乎什么江湖道义，但是决战在即，向劲敌暗下杀手，这未免太过卑鄙了吧。哎呀，马大人今夜以身涉险，主要是想逼那个长胜出招，好让杨兄弟在旁边看清楚长胜出招的路数，这样知己知彼啊，方有取胜之道。马大哥，
这不太好吧？长生的刀法非常的阴毒，如果一不小心，有可能送了命啊！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到时候，你们几个选个高处，以后能看清楚。马大哥，杨兄弟，千秋他执意要去，就不要阻拦他了。哎呦！客官请慢用。请问，长胜在哪间房？多谢。如流星闪电，你看清了吗？没有。刀伤入口极深，幸而没有伤及要害。放心吧，啊，多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多亏世子及时出手相救，不然马大哥就危险了。哎，还是我无能。马大哥本来要创造机会让我看透长胜的刀法，可是我还是没有看清楚。我曾听说你们南华庵有一套精妙的剑法，是华庵祖师面壁十年所悟。你传了他心法，他明日必能取胜，当了武状元才能拿到靖海将军兵符啊。不要。
术。想不到龙山一别，哼，南华庵人才竟然是凋零如此。我们远道而来，全为了五年一度的南北华庵比武盛典，可是主持西湖大师却不出来主持盛典，也不尽地主之谊，哼，甚至连面都不愿意露一下。之前皇上也特别叮嘱我，一定要向华安高僧请教几番。在下鲁顿也知当上进，以报效朝廷，所以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一下。杨大人心怀社稷，实乃我大明之福也。如蒙不弃，还请大人垂问。我是个粗人，华安武学和佛法密不可分，就算是问，也要有相当的修为，哪是我一介武夫三言两语就能问得明白的？不过皇命难违，那就请几位高僧不吝赐教一番，指点晚辈一二。赐教不敢当，杨大人确实有雅兴，就让我的猎徒陪你过上几招。万比武开始了，是吗？我想去看看，比武大会不看太可惜了。你忘了师父叫我们来是干什么的了吗？女施主，你的洗脸水好了，过来洗把脸吧。两位小师父别忙活了，今日是你们华安比武盛会，高手云集，定然好看的紧。你们要是想去，那就赶快去吧，不然晚了就错过了。我们是想去，就把方丈知道了责备我们，还是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现在大病初愈，最需要的就是卧床休息。可是你们两个在这儿，我既不能宽衣，也睡不了觉。若是让你们在外面守着，我也会过意不去啊。女施主，师父叫我们来是照顾你，我们可不能离开啊。你们不说，我也不说，方丈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再说这比武盛会事务繁杂，方丈又哪顾得上你们？既然如此，那请施主好好休息。多谢两位小师傅，帮我把门关上。哎，好，哎，走走走，快走。
情比五年前进步太多了，这菩提剑法算是练到头了，兵器已经如此，拳脚更不用提了。是。师父估计的果然不错，日月星三罗汉，心无旁骛，武艺精进，肯定不是我们能比的。易经星现在的剑法，一百招之内就能取胜，杨树能支撑到三百招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那是静心手下留情，毕竟杨树亮明了自己的官家身份，静心不敢贸然驳他面子。可是杨树现在利刃不逮，随时就要败下阵来。不愧是华安高僧，果然出手不凡。既然遂了杨大人的心愿，那么今天这次大会也算不虚此行啊。遗憾的是心湖大师迟迟不愿露面，实在是令人遗憾呐。大师莫急，杨树领教了刀剑功夫，但是霹雳手，这是易髓经。师父，师伯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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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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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，别来无恙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您这是？杨树，现在开始南华庵试炼，由为师与你对阵。这，虚无大师他要自己上阵。糟了，这下子小师弟必败无疑了。如果你能在一炷香里击倒老衲，便算过关；否则，即告失败。重启僧兵之事，休要再提。你可以拼尽全力，为师也不会有一分一毫的留情。师父，弟子怎么会是您的对手？而且弟子也不敢对您出手啊。眼下师父，得罪了。
我成全你。真的没事了。
刚才用的可是悬空掌，竟能让这位施主暂时失去呼吸和脉搏，实在是高明啊。啊，董姑娘突然冲上来，我就想用她的死来试试杨树的心性。师父，弟子没用，没能经受起考验，让师父受累了。去红山。还敢来？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们还敢跟我作对，找死吗？主持君，你的野心已经到头了，把大炮给我推下去。把炮给我抢回来。你已经输了。you
得了我？为欲望而癫狂，可悲至极。闭嘴！
Thank you.